我现在在乌来西罗岸路81号云锦度假山庄附近，看到有一棵树倒在地，倒在山路旁边，根是铺路的，然后我看到很多的水管跨越过这个倒下来的树根上，然后这是我看到的景象。我看到这么多的水管密密麻麻的，在这边这是一个青岛的树，更是整个都朝天了，然后上面有这么多的水管。这里也看到水管这样子，然后呢山涧里面是没水的，山涧是干枯的。看到密密麻麻的水管。